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《侠客风云传》这几天完全登不进去，我傻眼。好了，我们来继续玩吧。我只想说玩这个线上游戏，只是为了看看剧情而已，对什么排名啊那些都没兴趣。我看官方一堆人去骂，天哪！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，秋云春华就是我方云华。啊，方云华，方公公，你来啦，方公公。啊，方公公，可笑死了。哎，方公公很强哎，辟邪剑法哎，有谁能会辟邪剑法？只有方公公会学而已。开什么玩笑啊！好啦，支线，我们先玩主线好了。师傅，我们今天学些什么？学东西先不急，为师先看看你的基础如何。你先打两招。是，师傅，请看我的无敌神拳。嘿，哈，嘿，呀，人有失足，马有失蹄。师傅，徒儿的拳法如何？别具一格，让人大开眼界。那是，就徒儿这绝顶资质，师傅快教我绝世武功吧。打的王八拳，还想学绝世武功？乖乖给我从头学起。首先扎马步。是，师傅。我们学武之人，可能。呵，哈，哎呦，不错不错啊，练功这么努力啊。嘿嘿，多谢二师兄夸奖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据说，老胡有一把家传的冷月宝刀。当年呢，他用此刀打遍了辽东无敌手，你想不想去见识一番呢？真的，老胡还有这样的神兵利器，那我们快去找他吧。老胡不轻易给其他人看宝刀，所以我们得想办法把刀偷出来看。这偷东西不太好吧？难道你就不想看看那把绝世宝刀了？想，那就照我说的办了。那好吧。师弟，戴上这个黑头套，万一被老胡发现的话，他也不会知道我们是谁的。感觉越来越像做贼了。老胡平时都把刀放在箱子的最下面，你好好去找找，我去给你放风。是。师兄，我找到冷月宝刀了。哪里来的小毛贼，胆敢偷刀，看住。切，等你很久了，来好好打一架吧。小毛贼，还不放下宝刀，束手就擒。口气不小啊，打过再说。老胡，敲鼓的仆人，平日张罗打点国内事务，实战上场助战。其实老胡就是那个谁，雪山飞狐的后人啊，我记得是这样。嘿，呵，刀剑十杀，一刀之势，天地色变，哇，这么强！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啊，原来如此，放后面就好了。哎呀，终于逃出来了，好危险啊！这胡家刀法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
二师兄，你是不是故意让老胡发现，然后好打一架？师弟，你想多了。走走走，师兄请你喝酒去。这什么？紫色神兵，要3.99块美金。不要，江湖奇遇，难免呐。徒儿们，今日为师要考教一番你们最近习武的成果。这次老夫亲自出手，你们三个一起上。老头子，你这个老胳膊老腿的行不行啊？啊，臭小子，打你三个绰绰有余。师父，请恕徒儿们无礼。好，来吧。徒儿，与人动手时切记要抱元守一，心如井中之月，映照万物。是，请师父赐教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十王走马，请居入瓮。刀剑石杀，哎，真是老了，这么打一会儿就累了。哼，知道老了还逞强，难受了吧？师父，您辛苦了，我给您泡壶茶去。切，马屁精。还是小徒儿孝顺，为师这里有一套我逍遥派的秘籍，来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谢师傅。哼，老头子又用这套秘籍忽悠人了。你在师兄们的掩护下出其不意地胜了师傅半招，你惊人的成长大大超出了无暇子对你的预期，或许你真是传说中的武学奇才。师父再三斟酌，拿出压箱底的本领教导你。池中金鳞待天时，风云一来变化龙。变化龙又是风云。主线，这个什么？我最后一个。哦，这个在单机游戏有，《侠客风云传》好像才有。真随便，真随便。啊，这边倒是一模一样嘛。啊，这集先到这边好了。道具盒。哦，魂魄。好，这集到这边。希望没想到频道左上图片按下订阅，希望小金像留个铃铛，记得打开电影更新影片，你就要通知哦。谢谢大家支持收看，拜拜。